前只有四只熊猫，还有两个没有住，还没住满的是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基地是没有对外开放的，还没有。对对对，所以熊猫现在目前就只有20几只。嗯。这样子。它就是一只海龟大熊猫，是在美国那个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出生的。
저 왜 안 줘? 저런 걸 줘도 돼요, 근데? 저 주는 거 원래. 他吃的，啊，对，他又老是不出去。有给你吃了呢，现在就磨给你。